棒。我是你的牵手，要唔过，你伫牵我的手的时阵，我会烦恼，我会烦恼，唔知你啥物时阵会把我的手放开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我的手永远拢袂放开。看到，志军。在咱身边足多予我袂放心的代志，咱离开这好无？袂记得。澳洲有咱分公司啊，假使讲咱住伫澳洲，我想咱会当过甲真幸福、真快乐。安尼囡仔嘞，卡叔公，你答应我，跟我去欧洲，我当然欢喜去把囡仔接落来啊。那现在红包要安怎？你叫爸爸一直掌管红包，不爱回退休。你无想要出国，就是为了接个红包。亚芳。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袂当闪避的嘛。好啊，那安尼，你继续忙你的，你继续跟你的客户来往，你继续给我烦恼好啊。好，我无想要听你搁讲啥，你通走。静瑶，我讲你当初你听无信，灿东袂搁再来跟我哥哥甜啊，因为伊根本无想要跟我见面啊，你听有无？无想要跟你见面。我讲的话你听无信，你唔相信信？灿东伊去出差啊，为着啥物啊？灿东伊去出差，伊去出差啊！刷落来，伊阁会休假请假，无得头阁让我调伊台南分公司，永远袂甲我见面啊！安尼你有怀疑？你有满意无？无看到灿东的人，你都去干呢？静瑶，我看你是真正无法度离开伊啊！静瑶，你现在敢让灿龙糟蹋个变个安尼？永远唔知影回头，你敢知影看你变个安尼，我心肝底有偌艰苦？你不需要为我艰苦，因为无论我对灿龙的爱。是有结果，也是无结果，我拢不可能接受你。你都关心我，你都艰苦，你都照顾我。你所受的伤害会愈深，所以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你莫阁管我，你莫阁讲我这个无药可医的人，你莫阁管我这个甘愿受人糟蹋、
永远都无可能回头的人，静雅，你现在，我知。 从今仔日开始，我袂阁甲你对调调，因为你的心已经叫颤动，甲你拔掉，你的目睭敢若看会着颤动，你的心敢若想着颤动。 就算我甲你对进对后，赶快无法度阻止你。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啊，不过你若有意。 你若有时阵会当把你的心拍开一丝仔，把你的目睭掰开一丝仔，希望你会当看到，会当想到这个世间，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不是孟灿彤，还佫有。 假使有一天，你若需要我，你随时会当来找我，我会等你，永远在等你。 爸，嗯，歹势啊，我拄好出去一下啊。你当时来啊？我当然来一睏啊，尔啦。那是伫咩厝哟？感觉足烦的。出来外口行行咧啦。对啦，你就是应该啊，加出来行行，安尼烦恼才会无去啊。我哪有亲像你遐好命？我人是出来啊，毋过烦恼。 妈，我顶摆头壳来。爸，你是惊烦恼，去互贼仔偷去哦？连出门嘛要炸掉掉。你唔知啦，恁大姐的代志哦，我安尼足烦恼的啦。你是烦恼啥？啊，都已经离婚啊。是迄个。小姐，我问你，伊甲光彦斗阵，你知影无？ 我知影，你知影，啊是安怎无甲阻挡？我是安怎要甲伊阻挡啊？哎呦，世界，恁大姐安尼单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，啊马上就爱去接受一份注定袂幸福的感情，你是安怎无爱甲阻挡的啊？爸，公园伊真爱阿姊，伊绝对会予伊幸福。 问题是因妈妈真欠卡，伊若嫁予光源，绝对袂幸福的啦。光源有家己的事业，伊有能力会当保护阿姐。搁安怎保护？光源伊早晚嘛是爱面对伊妈妈，伊妈妈若是反对到底哦，死搞你才看啦。
看伊是要选择什么人，这不是问题啦。大家甲想袂代志哦，上惊的就是因两个人冤家唔相让。那恁做好心的人哦，就唔知影到底要为倒一个。啊，不过阿姐遐尔友好啊，伊袂误会大家啦。所以讲远哦，永远唔免选择，伊到底是爱妈妈还是爱太太。 你即马真敖想呢，我真敖讲话呢，啊！你讲到我拢无法度甲你用呢。只不过啊，到时阵恁大姐啊，都爱忍耐啦，啊那无，日子是足歹过啊。这你放心啦，阿姐哦，自细汉大家看恁阿妈的面色。 伊个大家哦，若是来佚佗啊，伊才袂惊咧。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啊？这都是我同辈放心的所在啦，你搁甲提出来讲生笑。啊，我讲的实在话啊。你搞时间啊，你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阿姐，董先生，你也来啊？哎，阿姐，什么代志？啊，再有一份报告，啊，你看卖。 好，哎，董先生，你的气质袂歹哦。哈，哎，本日好气啦，多谢。阿姐，你中昼敢有闲啊？有啊，有啥代志？是安尼啦，我中昼来一个客户见面。 所以想要麻烦你，陪阮爸食一顿，好不？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谢谢，免啦，免麻烦啦。哦，一点仔都无麻烦啦。我嘛爱食，啊，董先生，啊，就算你陪我一下，安尼敢会用？是讲哦。 唔知啊，你有安尼想无？啊，无得靠我甲秋云结婚哦，你也真无欢喜。袂啦，讲起来哦，秋云早就应该嫁予你啊啦。那是我，哪通见笑？顶面啊，一直甲恁阻挡，才会去耽误着恁的缘分啊。听你安尼讲。 我心肝头啊，结足轻松的。啊，若无，我一直感觉我甲秋云结婚哦，啊，总是有淡薄仔遗憾。你甲秋云哦，你也是会用甲我当作是朋友，不管是拢会用去坐。假使你若无去，遐嘛，你嘛会用甲我当作是老朋友。啊，拄则我都讲过啊，看是来公司哦。 还是来阮兜相找啊，阮拢真欢喜。多谢你啊，杨老师。喂，弟弟，你叫我国辉。啊，从今以后，我叫你再听好。好啊，国辉，再听嘛。 啊，你哪会来哈、啊？哦，我拄则甲赞同去公园散步啦，伊讲伊想要来找你啊，伊想要请你哦，敢有斗阵食饭？哦，哎，啊赞同嘞。哦，伊去停车啦。哇，你甲赞同去公园散步，搁要去食饭哦？嗯，是啊，食饱了后，阮搁要去踅街买物件。妈，敢有斗阵去好不？ 你讲起来，你甲赞同好好啊咯。我伫怀疑，伊伫外口有查甫。
尤其是顶届，予我看到。也毋过，伊今日甲我讲，是一个查某客户，甲伊哥哥弟啦，一定伫咧闪骗伊啊。也毋过，我毋知伊的话，我是毋是会当相信？当然嘛爱相信，啊无恁这家庭要哪维持落去的？也毋过，伊若是骗我咧，这就要看你家己啦。婚姻是一世人的代志，你家己都要想个清楚。尤其哦，你甲灿宏这个婚姻，得来真无简单，你都要好好珍惜。妈，啊，你敢知影？啊，恁爸爸哦，啊，常来敲电话来呢。我啊关心这巴肚底囡仔好啊唔好啦吼。啊，阿姨问我讲，看你阿啥，伊要买给你啦。谢谢哦。嗯。对啦，爷爸，我看咱年刚找一个时间哦，来看爸爸啦。那顺便甲伊讲，你还佮伊未来孙啊，拢真好，好不？今天哈早就下班了，我跟你公司无什么代志啊。那呢，我饭打煮好，你来邀啊，随时会当请。免啦，我袂邀啊。啊，无我甲菜捡捡者，小等我替老妈吃。免啦，啊你妈拄仔有打电话来讲哦，伊要甲菜农也放去食饭。啊，你紧。你要创啊？无啦，我着明仔载公司开会，我物件放喺公司袂去查，我先转来公司查。喂，晴啊，食饱才去啊。天哪，我快下。亚芳，今日买物件买了实在是有够多啦。我甲你讲啊，咱个巴肚也是较大个。我写设计书哦，设计一套孕妇装给你穿，给你做全世界上水的准妈妈，嗯。查某人五星上歹啦，那有啥物水的？我来开门。请用。金哦，来，人家请好。恁设计哦？是啊。今仔日灿东哦，良心发现，全工怎啊陪我去设计啦？去买一寡囡仔啊，还佮有大巴肚要用的物件。设计，我俩算讲。你去出差嘞，静瑶，是安怎哈？啊，亚芳，静瑶是咧想我来去啦。是安怎啊？啊，就因为今仔日我应该是咧出差啦，啊，想讲病单，想要伫咧厝休困，啊，所以影响到静瑶伊个业务啦。我想静瑶应该是因为安尼伫咧生气啦。静瑶，是不是安尼？静瑶。你莫生气啦，不然呐，灿东今日是得出来陪玩的。孟灿东，静瑶，我看无安尼好啦，我即下第二等公司吼，甲应该办的业务办办的，安尼唔就好。对啦，无灿东即马赶紧转去公司好不？你莫生气啦，哈。去啦，好佳哉真有啦。要哪无？唔知你搁要走去倒？亚芳啊，我即摆伫了公司，伫了厝诶，我是搁会当去倒位啦。
我这么连出差，我。你到底是要回公司无？紧去啦。好啦，我来去。汉东甲亚芳要去踅街，你嘛会用去啊？那无去。咱因普通是这么无闲，啊难得讲有闲，少少要去踅街食饭，我底要创啊？定地哦。啊，人也无讲啊，拢你家己咧想。人若食老爱会晓想，无是个人玩咯。但是安怎啦？你讲话袂使啊再添啊！遐尔怨叹，再添嘛是安怎？都今仔日去公司啊，找细个啊，中昼我都甲伊做伙食饭。我看伊几个人哦，足细致，啊，拢安尼油头革命的。人生不如意，身体阁无好，当然嘛油头革命。所以啊，所以咱也是有闲啊，爱卡只去甲看。哦，阿伯，都是叫伊来咱兜开讲。开讲，恁两要开讲，我嘛准备冤家啊。袂啦，袂啦，阮两个即嘛袂冤家啊。啊，食饭阁会冤家。啊，搁再讲哦，在天嘛即嘛心情哦，遐尔歹，我若是甲伊冤家哦，安尼就无依无束啊。对啊。啊，每一个人若亲像你安尼晓想吼，啊，莫安尼卡袂着要扣分啊。啊！连咧朋友到尾变冤仇人，还是实做假的。那你即摆是咧讲啥？谁遐尔扣分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是比论啦。我本来想做咩骗我？你跟我讲你去出差，结果嘞？结果你踮厝的，甲夜晚恩恩爱爱，佫陪伊去踅街。真巧，夜晚恁老公伊无伊的囡仔，我总是爱甲安大一个。你把安大伊安大到什么时阵？到伊囡仔死落来，还是到我老我死？你敢知影？即摆是干呐我甲亚芳的问题，本来嘛在强迫我。伊讲无论如何，对亚芳爱甲这个囡仔生落来，所以我无任何的选择啊。那你的选择就是选亚芳？你要放生我？我无啊。你有？因为一开始对我讲白贼啊。你想要离开我对无？真了，我会对你讲白菜，那是因为讲我甲你看出重，我无希望你乌白乱想，你知无？我无想要讲白菜，因为我也对你讲白菜，我对亚芳，我嘛怪讲另外一个白菜，拄只情形你嘛看了。讲白贼，让我真痛苦，你知无？我当然嘛知影，因为我对你讲白贼，我嘛感觉足痛苦的。大概妈在欺骗我的时阵，我拢感觉足对不起伊的。但毋过，我可无愿意，可无愿意离开你，尤其是爸爸。伊即摆人身体无好，我阁唔敢让伊知影咱两人斗阵。看到伊，我就感觉阁较痛苦。真巧，我讲真侪，我一面阁一面用我的性命来做保证。只要你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会给你一个。足幸福，活死人。时间，
时间就亲像一支割心肝的刀，一分一秒拢割在我的心肝头，你敢知影？心肝这支刀，你爱啉，你一定爱啉来。我一定伫咧上短时间内底，把你这支刀扳掉。我要给你一个真幸福、真快乐的幸福，好不？我来真好，你别想伊啊。我袂来行行。订婚戒指。好，我替你介绍贵州。来，两位请坐。好，来。这个好的。你看。我倒是伫迄边啊，迄边看到一个。啊，这个，有啊，第三个剩袂好，这个。你讲啥？差不多赔钱又去买手指。是啊，哎，天叔，你看伊两个敢会有问题哈？啊！恁查某人头家实在太贤秀啊！我甲你讲，今即马灿同伊妈妈嫁好钱，由伊爸爸做母啦。啊，算起来，伊两个是兄妹啊呢，嗯？啊，兄妹做去卖面，跟哪有啥？方远，吃饱？吃饱。我替你收啦。收啥？茶水间遐有冲泡式的必索汤，你要啉无？好啊，我来给你泡。光远，妈，你哪来？啊，中昼啊，我想讲哦，要来招你出去吃饭啦。我都我已经吃饱啦。吃饱？啊，你搁吃便当哦？是啊，我都头拄仔我甲补。哎，光远，你做汤。不用。阿姆，你来哦。便当吃煞，搁有米素汤通啉。阁袂歹嘛吼，啊是讲吼，这杯米素汤内面唔知有掺啥物物件无，啊吃落去唔知安怎袂好。妈，你免替伊讲话啦，今仔日我若无将代志讲清楚，我是绝对袂走。冯小姐，请坐吼。妈，你点去啦？阮光远的厝内底，也无什么金山，嘛无什么银山啦。为着你的代志，伊所赚的钱拢开了了呢。你若是讲吼，要为伊遐乌什么金马甲，那是乌无啊啦。妈，人冯小姐这尼啊好意，泡米素汤要来给你吃，你着乖乖捧起来吃完啦。我这个做妈妈的吼，也阁有欠一寡西客啦。你讲，你要挃偌济钱啦？我拜托你，你莫阁甲阮光源安尼高高甜好无？你要挃偌济钱，我拢提出来啦。阿姆，
阿姆，我拜托你啊，这个讲话较客气，莫侮辱阮阿姊。哼，头家出来讲话啊吼，真好。冯大董事长，阮光远伫咧你遮咧拼死拼活，无边无利，敢若趁着一条电脑软体的专利权，啊结果呢，拢互恁这个阿姊哦，全部甲伊款款去。你讲啊，这条数你是要哪甲我算？ 妈，补救代志是我要替伊解决，你莫安尼讲好无？我是安怎袂安尼讲？你赚的专利款的钱，拢是我的养老金的。我是安怎袂安尼讲话？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放代你，我会趁钱给你。你若搁继续在这上班，就算讲你赚够到偌济哦，都无够通用啦。这个，你若要互我放心。 会用的，你着即时将这头路辞掉啦。打仓卖菜，总比你伫咧遮做一个盘仔较好啦。阿姐，报告，阿姐，报告。凤雅，你跟你妈好好讲啊，我来看阿姐。 你遐阵讲遐咧物件都无代志啊，是？我绝对要甲伊讲互清楚啦。妈，你莫安尼好无？咱若外口讲啦。我袂啦。行啦，咱若外口讲啦，行啦，行啦。哼，我安尼才讲伊几句安尼哦，你都安尼甲伊顾条条。我看吼，你若阁继续甲伊斗阵，啊，我这做妈妈，你毋都无要挃。妈，你伫办公室两个大细汉，你真歹看诶。你若惊歹看吼，就莫去遐上班啦。 啊！你我都要去遐大细声啦！你讲啥？你叫我离开英雄，莫去上班？你无要离开英雄吼，都要迄个查某怪去啦！妈，你莫常常久讲报告甲我怪去好无？其实是我甲伊报告，讲我无讲要接受我的感情啊！哦，讲甲你哦，实在有够戆啦！迄查某本来就是安尼啦。 袂敢那毋咧啦，安尼你毋才好怪，吼！别人即摆报告咧，安尼正手七目屎，倒手咧暗喙哦，伫遐咧偷笑。我看这报告吼，安尼马靠马尼啦，你互当作算盘，你都毋知啦。妈，总共一句，应承的头路甲死掉就对啊。我是无讲离开应承，无要死不要紧，非得我是无可能互报告做我的身份。 伊甲我两个人哦，选一个就对啊啦！哼，妈，你是安怎要甲伊做红帮甲应承合约？阮红帮有这个权利啊，伊甲红帮合作的是咧应承，恁家这个专利权利互天助，所以阮不但当甲恁公司解除任何合约，甚至讲阮还佫会当告恁来要求恁赔偿。你甲无天助，斗扛斗捧。 一个正手，一个倒手。你安尼做，敢袂伤超过啊？咱咧相拍吼，不管是倒手还是正手拍到，只要拍到你，这就是好功夫啦。是讲无说个啦，你应该是相拍过啊，这块道理你敢唔知影？ 冯善同啊，你唔通想靠谁啊？你红包头家无伫个，你着遐尔唱手啊？等你中龙目瞪来，我看你要安怎甲伊交代。你做你去讲啊。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，阮红包每一个 case， 拢会经过重要一关，所以你也是要甲阮中龙斗的时阵。 想我，你是爱想我清楚呢？冯振东，你卑鄙！无唔对。啊，不过你分析的是真个，无唔对啦。是讲，我知影你有一个上大的点，但是真弱。哎，无简单呢。
小看鸡也吃到鸡啊，还佫无要动手。 你知影我这世人上快乐的是什么代志？就是看你失败，因为只要你失败，就是我上大快乐。本山东，你做你快乐袂要紧啊，但不过一句话，你可能唔捌听过，什么话？乐极生悲。 多加啉一寡鸡汤吼，身体较好啦。啊，营养足重要的哦。你即摆是吼，一人吃，两人补哦。小妈，袂乖，紧啉吼，退休。哎，行嘛，行，吃多少？雅芳啊，阿姨，哇，你咧食鸡汤哦？我昨昏刚吼去买一寡中药补品要来给你啦。 那怎样哦？恁大家吃听哩，搁先挂鸡汤来，互你吃。哇，你嘛咧足听伊啊！你看，是讲这补品吼，等于亚芳随时拢会使吃啦，就免搁咱重点重重麻烦吼。亚芳来，今日爱来跟恁，恁个都无好啉吼。亲嘛，你看真疼新妇呢，啊，阮亚芳吼嘛搁真有福气。哦，啊，唔知影吼，你这尼啊好个大家，哎呀，是亚芳乖啦，我有这新妇哦。 是坏福气，啊！是讲吼，恁两个大家新妇这么好，啊，我以后的新妇吼，唔知亲像恁安尼无？亲妈，你是保局阿姨吼，啊，我有一挂话吼，无方便甲保局讲啦，啊，唔知是不是会用个麻烦你哦，转去来转达一下。什么代志嘞？唉。 啊，都保局啦！最近刚阮官员吼，行甲外肉呢，阮官员还袂结婚的啦，因两个咧行出家入吼，实在真歹看啦。亲妈，官员还袂结婚，还甲保局是朋友，啊，行出家入，朋友安尼真正常啊，哪有啥？嘿，啊，你安尼讲，毋着赞成因两个做伙？亲妈，啊，你敢有替我想一个？保局哦，是有拜过别人当的公妈呢。 要安怎会当做阮新家新妇啦？亲，人讲娶新妇是娶好女店，人讲这新妇敢还嫁，你这大家就较轻松啊。也毋过，迄嘛得爱看看新妇啦。亲像你哦，都知影讲要拣一个亲像阮亚芳遮尔啊单纯、甲细、搁遮清白的查某囡仔来做新妇啊。亲妈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 我讲到这白啊，你敢也搁听无信？啊，那安尼哦，你唔通怪我讲话无客气啊！亲，以后你若要讲别人意见吼，少想些家己啦。你，老公保重，伊细汉我看会大汉的，好歹我真清楚，老公要骗恁官员吼，是骗到过过过啦。亲妈，你家己过去嘛吃过苦，谁来即马袂晓将心比心呢？ 去找光源，莫甲冤家哦。嘛，毋是算冤家啦，我去讲互伊听啦，叫伊莫做动人啊。宝强，啊，你家己对光源的态度咧，你是毋是会用接受伊的感情啊？其实我嘛感觉真矛盾，光源对我真好，伊佫为着我牺牲遮尔大。 我是真珍惜伊对我的感情，啊，不过我足惊，我惊讲我若是接受伊，就去破坏着伊甲伊妈妈的感情，那呢，我就真对不起光源啊。宝强，你的心情我了解啦。当初我甲赵英爸爸的时阵嘛是安尼，我若是无接受伊的感情。 就惊来辜负着伊，啊！假使讲我来接受伊感情，
搁惊连累着伊，对不起伊，安尼一拖就20年啦。阿姨，那你感觉我该咪加接受光源？这我无法度替你做决定，因为这关系着你的未来，都看你家己啦。不过有一句话，我爱甲你提醒：你若只会用等我20年，光源是毋是用等你20年嘞？不过，无论你做甚款的决定，阿姨永远支持你。若有甚物困难，会记得甲我讲哦。嗯。